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一样，世界上发生的里氏八级以上的特大地震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伤痛。在每个遭受了地震洗劫的地方，人员死伤和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回忆那些惨烈的画面，人们不能不被大自然的威力所震慑。大自然中好像有个力大无比的怪兽，手臂轻轻一摇，钢筋混凝土铸就的高楼大厦就像是一块块积木纷纷倒塌。可是我们在地震中也看到了与这个怪兽相抗衡的建筑，任凭怎么摇晃也屹立不倒，这种建筑应该称得上是建筑中的英雄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样的建筑，位于中国四川省理县的桃坪古羌寨。桃坪古羌寨与大地震有过三次较量：1933年叠溪7.5级地震，1976年松潘坪武7.2级地震，和2008年5月12日汶川8.0级地震。尤其在汶川地震中，周围其他的村寨倒塌严重，成了废墟。这次汶川八级特大地震，桃坪古寨距离地震中心仅有20公里。对当时的情景，美丽的羌族姑娘于兴梅依然记忆犹新。5月2日那天呢，我正在带领游客参观那个杨家大院，刚好呢，我们到那个第二楼，我正要给游客讲解那个火塘，那么突然，地一下就开始摇晃起来了哈，我本能的反应呢，一下就3秒钟我就反应出来了，我觉得是地震，然后我让我的客人快跑，我就带着他们全部跑出去了。跑出去的时候，我看到上面的石块在落，可以说是山崩地裂，天昏地暗。我当时心里在想啊，就是世界末日就要来了，我真的很害怕。惊心动魄的大地震后，只有古碉楼顶部的女儿墙有垮塌的痕迹。女儿墙垮塌是由建筑学上的边烧效应造成的，即建筑物越靠近顶端的部分越容易在摇晃中受损，但整个老寨子的主体建筑基本完好。古羌寨宽2米多的巷道，地下取水网络保留完整，羌房和羌碉没有倒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羌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早在3000年前，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他们主要活动在中国的西北部和中原地区。后来一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一部分同化于汉族。今天的羌族是古代羌族中保留下来的一支。这些羌人穿越乱世的烽火，定居在今天的岷江、宁山一带。最早的桃坪羌寨始建于公元前111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古羌寨完整地保存了古老羌族的居住特点，背山面水，坐北朝南，布局严密完整，
这些建筑全由石头垒成，高高低低，起起落落，这样的房屋叫砖房，羌语叫窝遮。古羌寨筑成了以碉楼为中心的完整的建筑群，家家相通，户户相连，组成四通八达的路网。羌寨的地下水网有引水暗渠，揭开石板盖即可取水。神秘的路网、水网、房顶组成了羌寨内地上、地下、空中立体交叉的防御系统，成为桃坪古羌寨建筑的奇特之处。走到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听到我们这个流水声哈，在我们脚下穿行。你看，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我们羌寨的这个地下水。刚刚我们一路进来是踩在这个水网的上面，它是，如果你们像你们初次到这边来，可以找想要找这个出去的安全出口的话，可以，顺水逆水而进，顺水而出，就可以找到这个出口了。来到地震后的桃坪古羌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东西一字排开的三座古羌碉楼。它们被古朴别致的羌寨房舍簇拥着，连缀在一起，经受住了特大地震的考验。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地震，桃坪古寨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被人们称为世界建筑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大奇观，神秘的东方古堡，保存最完整的羌族古建筑活化石。可以说，羌族人的祖先用建筑绝技保住了子孙后代的生命。古羌寨大震不倒的秘密，对今天的建筑师该有怎样的启发呢？桃坪羌寨所处的地形地势，让它巧妙地躲过了地震灾难。如果说地震波是沿着山势向前推进的话，那么山头、山谷和山腰，哪个地势的位置最有利于防震呢？我们先说古羌寨建筑的选址，有的建在山头，有的建在山腰，没有一个古羌寨是建在河谷的。河谷开阔平坦，又有大片的耕地，可偏偏不选择在这里安居乐业，你说怪不怪呢？当然，最初的理由是为了防御战争，河谷易攻难守，很难抵御敌人的侵扰。但是古羌人渐渐地就发现了放弃河谷的好处。古羌族的居所多依山而居，垒石为室。传统的羌族古村寨不会建在溪河边的冲积台地上，而是在险峻的半山或高山顶上，所以羌族也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桃坪古羌寨建筑就选在了大山的半山腰上，岷江的主要支流杂古脑河从村口自西向东流过，这样选址的好处是，冬天可以抵挡北面来的寒风，有利于获得良好的日照。更重要的是，选择这块视野开阔的缓坡阶地，可以预防大自然几十年一次的大地震。当地震波沿着山脉向前推进的时候，最先受力的是山脉的河谷和山顶。河谷中有大片的冲积台地面，
由于其松软平坦，就会像个温柔贤淑的女性，面对地震这头怪兽，展现出以柔克刚的魅力，怪兽的威力就会大大的降低，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地震波对半山腰的冲击。钢筋混凝土建成的房子都被震垮了，难道大震不倒的桃坪古羌寨用的是更神奇的建材吗？古羌人和其他古老民族的祖先一样，懂得利用大自然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羌寨旁边的这两座大山上就蕴藏着普通而神奇的建筑材料。一座大山产片石，这种浅黑色的片石宽而薄，非常有韧性。房子建好后，由于重力积压，片石会随着力度变化改变自己的形状，从而使房屋结构达到最好的平衡状态。一座大山产黄土，用黄土和泥砌好片石，就筑成了神奇的寨子。67岁的老人王家俊是桃坪羌寨唯一的大学生，他不仅在建筑上是个技艺高超的技师，而且对羌寨和碉楼的建筑理论有很深入的研究。硝酸钾俗称火硝或土硝，各种土硝中含硝酸钾量不一，一般不到10%。桃坪羌寨的黄土里含了20%的硝酸钾，十分难得。它用于建筑有优良的耐光照、耐高温、耐腐蚀性能。好的硝土放在灼红的木炭上会爆出火花。行了，好得很。给你呀。哦，对了。好。好。墙面上附着的是火硝，对不对？硝酸钾。对。但是它是不能着火的。因为化学里面就是说，能够燃烧的话，一定有氧化剂，有还原剂。而这个火硝呢，这个墙里面的火硝呢，和这个木炭，啊，一个是还原剂，一个是氧化剂，这样结合起来才能够燃烧嘛。对。我们火药的成分是一硝、二黄、三木炭，必须要木炭。它才能够燃烧，如果单用火焰去熏它，它永远不会燃的，就是它的硝酸钾融化了，它也不会燃烧起来。硝有良好的耐拉力和凝固性，这是桃坪古羌寨矗立2000余年大震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羌族先民在预防地震灾害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凝结在老羌寨的建造记忆中。这个墙四周形成4道板块，这么高的地方基础还有1米2米多深，是形成4道板块，这样多的圈梁，这样好的基础一般的建筑是办不到的，所以它能够千年不倒，它能够抗住地震。我们看这面墙的外观，这些片石好像信手拈来，随意码上去，其实不然。首先要选择好的片石，对不规则的片石要用铁锤打制，敲掉残片，然后调整每块片石之间的片距、间距，片石与黄泥的粘合度。一般要调整30到50次才能符合要求。桃坪羌寨，它的建筑的这个工艺非常的高超。工匠在一不拉直线、二不吊垂线、
这种情况下去啄的，嗯，它这个每一个石头啊，它的犬牙交错啊，结构是非常的好。有经验的羌族技师对羌基和羌体进行精密的计算，不能乱放一片石，不能乱沾一掌泥。第一层如果竖着铺，第二层就必须横着铺，这样可以让石头与石头之间形成抓力。砌墙时两面必须都整齐，中间还要用大石头填心。为了增强抗震性能，羌族工匠将每一个平面又铸成凹面式内收弧线，在墙面做出一个变更方向的转角，即墙筋，羌人称之为墙棱子，这里就是墙筋，羌房的棱角，也就是力的支撑点。不论地震波是横波还是竖波，羌房都能抗震。砌墙的操作规程是每砌好一层楼要存放一年。为什么一年只砌一层？这是为了自然沉降，让石与泥达到最好的粘合。而且经过一年的天气变化，若墙体保持完好，没有一撮黄泥被暴雨冲刷，才算合格。三层的羌房要建造三年，十三层的碉楼就要建造十三年，慢工出细活。古羌人把对子孙后代的爱都放在悠悠的时光中了。由泥土和石块砌成的墙壁，用手轻轻一碰，就能触到2000多年前的细泥，看似脆弱，实则坚不可摧。墙的这个四个面，啊，都不是垂直的，它是斜的，大概有2至5度的倾斜度，所以呢，每一个面，它都是一个等腰梯形。上小下大的等腰梯形，啊，这样的话就说，无论地震波从哪个方向过来，它整个楼体成一个圆锥体，它在这样抖动的时候，无论多么大的地震，它的顶部的重锤线不会超过它的基础的。为了抗震，羌房被建成了底宽顶窄的金字塔形，底层墙厚60厘米，顶层的墙厚20至30厘米，墙体向中心收拢。房子建到5层时，墙端与墙基间的垂直差可达20厘米以上。这样的墙体上下左右前后每个方向对称固定，各层紧紧箍在一起。除了坚固的墙体，羌房内还有辅助承重物，有3根圆木柱形成柱网，支撑楼面及屋顶。羌房的层高比较低，一般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建筑只有3层。在内部结构上采用石墙与木梁相结合的空间划割手法，砌墙每达丈余，便架直径20厘米的木横梁，横梁上放团子，以此分割成一层。在梁柱承重的处理上，羌人在一层的柱头顶端挖一个圆滑的凹槽，在2层的柱下端相应位置也挖一个圆滑的凹槽，再在中间穿插主梁。其实质也就是一种原始的斗拱做法，起到了分散立柱和横梁交接处的压力，以减少梁折断的可能性。同时通过梁与石墙的穿插，梁与柱的连接，增加了三者之间的拉扯力，达到了减震的效果。
口看古羌寨，所有房屋相连，形成一片完整的建筑群，它成为一个整体。我们知道在这个居住碉楼的时候，它是螺旋形这样上升的，这样的话它的这个结构是非常的好啊，它整体性非常的强。家家相通，户户相连，形成了一个整体，房屋和巷道互相抓扯，地震时不容易被震倒。相比古羌房的唇齿相依，新羌房则独立得多。由于接待和旅游的需要，房子与房子之间完全独立，所以在地震中更容易受损，房屋倒塌严重。古羌族人在建筑上的智慧是对生命崇拜的结果，他们从远处迁移过来，在此定居，祖祖辈辈在这里繁衍生息。走入桃坪古羌寨，就走进了这个民族的悠久历史之中，领略浓郁的羌族风情，体味神秘的羌族文化。我们不能不为这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所感动。2008年7月15日这一天，细雨绵绵，羌族人一扫震后的愁容，穿上节日的盛装，聚集在桃坪羌寨的入口街巷两旁。他们在期待着什么呢？现在我宣布，羌族碉楼与村寨保护抢救工程开工。羌族碉楼与村寨抢救保护工程开工，随着中国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的庄严宣布，人群欢腾起舞，载歌载舞庆祝这个保护民族遗产的胜利。这个5.12汶川大地震以来呢，我们就是迅速行动呢，对整个地震灾区的文化遗产受损情况进行了评估。那么地震这个发生以后呢，在一个星期内呢，我们的文物保护的这个集中全国的各地的这个文物保护的专业人员，就深入到灾区的各个这个文物保护单位来进行评估。两个星期以后呢，我们的评估报告就是基本完成了，在这基础上又编制了预算的报告和呢这个工程抢险修缮的总体规划，特别是要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文物保护法所确定的原则和呢文物保护具体的文物建筑原这个原地位置、原形式、原结构、原工艺、原材料这样一些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呢，来使呢这个修复后的这些文物保护单位呢，这个抗震性能更强，他们呢这个周围的他们的环境更好，这是我们修缮这次的工作的目标。在这样的修缮方针指导下，修复后的桃坪古羌寨一定会向世人展现出更美的笑容。
桃坪古羌寨已不仅仅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建筑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在大震中昂首屹立的羌房羌雕已经担负起了历史的重任，那就是传承一种建筑文化。建筑的最高绝技是把对生命的尊重砌进砖瓦之间，在风云变化的自然环境中夯好人类生存的基石。坐的远古时代已经远去，椅子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用具。华丽的洛可可式家具以其华丽的外形、舒适的设计征服了无数的西方贵族。在西方，家具的部件多依靠金属构件组合连接，但是由于金属配件与木家具的材质不同，结合起来软硬不一，容易磨损散架。再看看这把椅子，它是中国传统家具的样子，椅子表面温润光滑，浑然天成，找不到连接的痕迹。在中国，人们制作木家具的时候几乎不使用金属配件。是木材质。中国的工匠用了一种巧妙的方法，来实现各个部件间的紧密咬合。让我们拆开一把椅子，看看里面的秘密。椅子腿上这里凸出来的叫做榫头，这儿凹进去的叫做铆孔。榫铆相结合，就把椅腿牢牢地嵌在椅面上。小到一把椅子，大到一座宫殿，中国的工匠使用榫卯创造了无数的奇迹。比如伫立在中国湖南洞庭湖畔的岳阳楼，正是依靠榫卯结构巧妙地把4万多件木构件组合在了一起，以它独有的风采吸引着海内外无数的游客。岳阳楼位于中国湖南省岳阳市，它的形象雄伟壮观，高达25米，对着浩渺的洞庭湖。如果告诉您，这样高高矗立的一栋楼没有用到一颗铁钉作为连接，会不会让您大吃一惊呢？接下来的事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2008年1月，一场持续不断的暴雪袭击了中国南部，最终酿成了一次百年难遇的大雪灾。湖南省成为了重灾区，纷纷扬扬的大雪，长达数尺的冰凌，让习惯了暖冬的人们手足无措。承担输送电任务的铁塔纷纷倒塌，
造成了交通瘫痪，居民也陷入了黑暗之中。铁塔有着坚韧的钢铁身躯，却没有抵抗住暴雪的重量，有的还被拧成了麻花。那么岳阳楼呢？它只是一栋木建筑，还要每天迎接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它能否承受连日来的大雪吗？岳阳楼是中国著名的名胜古迹之一，不管在建筑史上还是文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与湖北省的黄鹤楼、江西省的滕王阁并称为中国江南的三大名楼。这样一座楼如果在暴风雪中倒塌了，将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于是人们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了岳阳楼。经历了长达21天的大雪后，2月3日，岳阳市组织了文物专家对岳阳楼进行全面检查，结果让人们欣喜异常。经历了罕见冰雪灾害侵袭，千古名楼仍然安然无恙。在这场暴雪中，纯木结构的岳阳楼表现得比铁塔更坚固，书写了一段不倒的传奇。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岳阳楼，让它如此牢固呢？中国这个古代建筑的特征呢，它就是一个木结构体系，所以它的都是通过立柱、通过穿梁、通过榫卯结构来的这个整个结构的一种稳定性。它的整体的框架的稳定性能够使这个建筑的不怕自然灾害、不怕地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与西方的建筑不同，中国的传统木建筑并不是依靠墙壁来支持自身的重量。支撑起岳阳楼这庞大楼体的是构成楼体的4万多块木构件，这些构件紧密结合，彼此牵制，组成了一个牢固的整体。提到岳阳楼的稳定结构，就不得不说它的大柱子。相信每位走进岳阳楼的人都会被它里面的大柱子吸引。楼的中部以4根直径50厘米的木柱直贯楼顶，木柱用的是一种优质的木材，叫做楠木。楠木木质坚硬耐腐，寿命长，用途广泛，自古以来就是建筑楼台、殿堂、庙宇的高级材料。这4根楠木柱子承载楼体的大部分重量。再看2楼，这一层是由12根原木柱子支撑的，最后再用12根紫木檐柱顶起飞檐。由于岳阳楼的檐角伸出很远，所以下面需要有木柱做支撑。这些木柱与横搭在上面的梁方构成了岳阳楼的建筑骨架，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木结构。就算这时候四周的墙壁倒塌，或者由于某种原因完全撤除，岳阳楼依然会屹立不倒。在中国古代木建筑中，墙壁的作用主要是隔断，而不是承重。建筑的重量主要是由柱子等构成的骨架承载的，这就是中国建筑中常讲的“墙倒屋不塌”。那么，榫卯是如何让这些柱子牢固地嵌入整体的呢？榫卯是靠构件相互间的阴阳咬合来连接构件的方法。榫是在木构件的端点制造出突出部分，卯是在另一构件上掏出的与榫契合的口。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
古代先人们已经用石器来加工木材，制作出了各种木构件榫卯类型，用于建造原始的木构建筑。在距今6000至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我们就发现了这些榫卯结构，先民们用简陋的石器便制作出了它们。传统木建筑榫卯结构至唐宋时期已达巅峰，一座宫殿成千上万的构件不用一颗钉子而紧密结合在一起，实在不得了。到明代，在硬木家具制造中，榫卯结构工艺之精确，扣合之严密，甚至到了塞不进头发丝的地步。榫卯看上去很简单，其实里面的学问可大，要充分考虑到受力的大小和方向。不同类型的榫卯被用于受力不同的构件上，有的用于纵横方向的连接，有的用于板材的拼接等。那么柱子上该用到什么样的榫卯呢？首先要将柱子稳稳地立在地基上，为了加强建筑的整体稳定性，古建筑最外一圈的柱子的下角通常要向外侧移出一定的尺寸，使外沿柱子的上端略向内侧倾斜，防止向外倾倒。我们来观察一下这四根大金柱，柱子立在石基上，石基上有一个圆孔，实际上柱子的最底部被凿成了一个圆形的榫头，插入了石基上的圆孔中。这种榫叫管脚榫，顾名思义就是固定柱脚用的。这么粗的一根柱子就这样不费一颗铁钉立在地基上了。柱子眼看要立起来了，却又出现了一个困扰人们的问题。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榫太细太长，是不是很容易折断呢？可如果榫太短，似乎又立不住。这就好像一个巨人偏偏长了一双小脚，柱子在摇摇晃晃后还是会倒下去。通过长期的实践，中国的古代建筑师们得出了最佳的尺寸。在清代雍正年间的一本建筑用书《工部工程做法》中，我们找到了关于榫的相关规定。句子中出现的尺和寸都是中国传统的丈量单位，这里说到榫的长度应是柱径的30%。那么榫该有多粗才合适呢？一般来说，榫径都在柱径的1/4至1/5的范围内。立起了大柱子，再让我们去楼上看看。大柱子一直抵到了屋顶，在柱头的中心有一个做成了正方形的榫头，从侧面看它其实是上小下大，人们形象地称它为馒头榫。它的作用是为防止构件位移。柱头上面有着许多不规则的凹槽，这就是卯了。我们看这个卯口里面宽外面窄，房梁上的榫头只能从上面嵌下来，这样就巧妙地阻止了房梁的水平错位，使它和柱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直角。除了这些明显的大柱子，房梁上还有许多个小柱子，当我们走到门外，还会发现楼层的外围也立了一圈柱子支撑着屋檐，这里的榫角则是长方形的。通过形状不一、功能不一的榫卯，这些大大小小的柱子和横向的梁方连接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岳阳楼的骨架。骨架稳定了，还需要承受得住一个大屋顶。由于中国木建筑的特点，屋顶部分一般在建筑整体造型中会显得相对较大。岳阳楼最大的特色就是这顶上酷似一顶头盔形状的琉璃大宝顶，它檐角卷起，远远望去恰似一只凌空欲飞的鲲鹏，
使得原本笨重硕大的屋顶变得轻盈起来。屋顶的盔顶形状又让人想起英勇的将军，为岳阳楼在斯文中增添了几分英武之气。另外，盔顶卷曲外翘的屋檐大大加强了建筑物的采光能力，同时也不会阻碍人们的视野，还可以使屋顶抛得更远一些。不过盔顶虽好，重量却不小，它高2米左右，重约1吨，在20米的高空安安稳稳地悬着，要是下面出了什么问题，这个大宝顶可就会砸下来。那么楼体是如何支撑住它的呢？柱子上有横向的梁方，在这几根梁方与屋顶的构架之间，有一层层用小块木料拼合成的斗形和拱形构件，它们均匀地分布在柱子梁方上，支挑着伸出的屋檐，这种构件叫做斗拱。斗拱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上一种独特的构件，早在中国的战国时期，有的房檐上就出现了斗拱。斗拱还用于别的支撑，这是一件当时的错金银铜方案。案框下有四条龙，四只龙头上各有一个斗拱，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时期的斗拱造型。到唐宋时期，斗拱的形制已经发展得很成熟。山西五台山的唐代佛光寺大殿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建筑之一。一组柱子上的斗拱层层挑出，使得大殿的屋檐伸出墙体达4米之远，充分显示了斗拱在结构上的重要作用。后来，斗拱在一些建筑上逐渐成为了一种带有装饰性的构件，均匀地分布在屋檐之下。岳阳楼上的斗拱十分复杂，一层层联系紧密，慢慢形成了一个弯曲的弧度，在结构上挑出，承受着屋顶的重量，并将屋顶的大面积荷载经斗拱传递到柱上。层层叠叠的斗拱一般用于大型建筑上，形成了独特的曲线纹，有着高贵华美的风韵。从这儿看过去，岳阳楼的这种斗拱像不像一只只相互依偎的小鸟呢？人们把它叫做鸳鸯交手斗拱。鸳鸯在中国文化里象征着幸福和美满。就这样，斗拱既实现了屋顶和屋身上的过渡，同时起到了装饰作用。问题又来了，斗拱是如何将重量传导到柱子上的呢？在屋檐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攒着的斗拱，但柱子却只有那么几根，所以在几个攒拱下面一般都会有平板方承接着。平板方前后之间依靠扣榫相连，这个两端相扣的榫一般做成前大后小形状，叫做燕尾榫。燕子在中国是一种代表吉祥的动物，象征着无限生机和美丽的爱情。中国古诗词中描写燕子的诗句数不胜数。这种榫头因为上宽下窄，形似燕尾，因此被人们赋予了燕尾榫这样一个美丽的名字。同时，层次丰富、结构丰富的斗拱也是由榫卯连接起来的。您看，这么大一堆零散的木构件，靠着凿出的各种榫卯，最终结成了美丽的造型。
岳阳楼的柱子、梁方、斗拱、门窗等木构件多达40000多块，它们就单单靠着榫卯的连接，成为了一个整体。榫卯贯穿了整个岳阳楼，但是这种连接是否稳固呢？如果有一个榫卯出现脱落，那么整体就会出现失衡，慢慢地危及整幢建筑。榫卯的制作必须小心谨慎，如果是使用软木，榫头则需要比卯眼稍微大一点，安装时只需用力将榫头打入卯眼中。由于软木自身拥有的弹性，榫头受到压缩后会变小，可以填满卯眼却不会损坏。如果是利用硬木制作榫头，由于硬木材料不像软木那样有伸缩性，榫卯必须做得松紧得宜。如果榫头大卯眼小，装榫时用力过大，榫眼就会开裂；而如果榫头小卯眼大，榫头就会容易脱落。这就需要工匠使用中国特有的木匠工具来进行详细的测量，做到榫头与卯眼严丝合缝，最终做到用锤子轻轻敲打，就可以将榫头装入卯眼中，使榫卯既不开裂也不脱落。按照这样严格的标准做出的榫卯，面对外力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单纯用铁钉或胶合剂将两块木料相连，木料只是受到了水平方向的牵制，当有重物压下或是沿着水平方向向外施力时，木料都有可能脱落。当两块木料依靠榫卯紧紧相扣时，可以牵制住一部分水平拉力，同时后榫的离口大出口小，当重量压下来时也不会轻易地脱落。木头是死的，但是经过工匠之手将多余的木头剔掉，把凸出来的榫头和凹进去的卯眼扣在一起，两块木头就会紧紧地相握，不再分离。一个方向的榫卯在木材水分的自然变化中，随着长期的不断收缩和膨胀，用不了多少年也许会自动松脱，而不同方向嵌接的榫卯胀缩的作用力就会互相抵消，更多这样的榫卯组合在一起，就会在复杂微妙的变化中达到一种平衡与和谐。我们面前的这个玩具叫做鲁班锁，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玩具。鲁班是传说中中国建筑的祖师爷，鲁班锁由六根木条组成，靠榫卯相连。鲁班锁的组合可以千变万化，没有找到其中诀窍的人，就算是摆弄上几天也拆不开它。不管你从哪个方向拉，它就是纹丝不动，让人十分沮丧。相反的，你要是想把一堆散开的木条恢复原状，也是很困难的。相传这种玩具最初就是木匠用来考验徒弟的，几根木条的榫卯结构尚且如此复杂牢固，那岳阳楼上的斗拱就更不用说了，并且斗拱还只是这个庞大的组合工程的一部分。大雪纷飞，岳阳楼的盔顶遭受着积雪的重压，由于榫卯的连结，这种重量从屋顶通过斗拱和梁方，最后传到了柱子上。大柱子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重量，同时柱子、斗拱、房梁和屋顶又相互依靠，彼此支撑。由于木材特有的柔韧性和延展性，它们之间的榫卯连结具有一定的韧性，这样斗拱也像弹簧一样拥有了弹性。当岳阳楼受到了外力的冲击，这种韧性的连结不会发生断裂，
而且能起到一定程度的能量缓解作用。岳阳楼于是岿然耸立。春秋时期，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曾说：“柔弱胜刚强。”他认为天下大道都在于柔，柔顺应了自然。他认为人只有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获得韧性和长久。榫卯并没有借助外物的力量，只是在对木料加工后完成了内部的结合。相对于钢铁的连接来说，它是柔软的，却在柔软中显示出一种坚韧，让岳阳楼稳如磐石。宋朝时，大文学家范仲淹写下了著名的《岳阳楼记》，文章中有一句成为了千古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是叫文人们首先担忧天下，以国家他人为重，在天下大乐后再追求自己的快乐。古往今来，这句名言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岳阳楼也因此家喻户晓，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如今每一个登上岳阳楼的中国人都会想起范仲淹和他的名言。作者虽然命运坎坷，四处漂泊，却始终不忘自己为国为民的理想。他告诉人们，在逆境中随遇而安，顺应自然，同时又在这种顺应中坚定自己的信念。这是一种中国古人传统的处事态度，讲究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实现自己的坚持。登上岳阳楼，我们不仅可以从名句中感受这种态度，还能从岳阳楼的榫卯中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榫卯就地取材，产生于木料本身，看似柔弱，却显示出令人惊叹的力量。凭着特有的柔韧，榫卯成为了中国古代木建筑体系的技术关键，在世界古代建筑体系之中彰显着中国的特色。正是这样的榫卯与中国传统的处事态度相结合，赋予了岳阳楼灵魂，成就了一座历史名楼。